姚卓菲、冼正峰、姜丽文、周家乐齐齐出席商场圣诞活动，大批粉丝到场支持。见到现场嘅 fans 咁热情，佢哋献唱时都特别卖力啊！次同咁多粉丝过圣诞节 ，Chantel 同 Archie 都话好开心。佢哋透露夜晚会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又话今年嘅圣诞节过得非常之充实啊！其实就系好开心嘅，因为就可以同咁多位 fans 过啦，同埋系入行以嚟第一次同大家过圣诞啦，咁所以好开心啊！又有得唱歌啦，圣诞节。我就一样啦，可以同 fans 见面，所以其实都好开心。另外就系可以唱到啲圣诞歌，唱到圣诞歌，系啊，好开心啊！會唔會翻去同人哋一齊交換禮物啊？食個聖誕大餐咁樣啊？梗係會啦！咁其實今晚就同屋企人一齊打邊爐啦，喺屋企。咁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同埋過一個好嘅聖誕。禮物咧，禮物嗰方面咧？禮物嗰方面咧，就其實好耐都冇收過嘅，我就好似前兩年開始就冇咗呢個傳統啊！真係啊！係啊！除咗我堂家姐俾我之外，好似都冇乜親戚會再送。啲 fans 送好多俾你，係咯，因為佢哋錫我，係，跟住屋企人就覺得，大個啦，你唔需要噶，係，唔係你而家可能日出嚟做嘢揾到錢噶，調翻轉咯，你買翻俾佢哋咯，係咯，好啊，你係咪都好有同感啊？係啊，我有啊，買聖誕禮物俾爹哋媽咪，咁啊，未送俾佢哋嘅，今日送俾佢哋啊。一众星梦学员陆续推出新歌，最近终于轮到 Archie， 他说早前为新歌拍 MV 拍足17小时，希望大家会喜欢成品啊！起步那个 call time 是凌晨2点，哇！所以那天又不太睡得着，有些亢奋，但是 OK， 我全日我做了很多準備，就是前一個禮拜又不吃澱粉質啦，跟住又過咗5点之後不喝水啦，跟住又減肥啦，係咁做 gym 啦，跟住我就係嗰日又瞓唔著咧，我本身諗住6点瞓嘅，跟住一路瞓唔著咧，我發覺我又12点几起咗身，我自己再做多個運動先，做多 cardio 先，跟住先再去，跟住就。係咁飲齋啡，係咁飲齋啡，係咁飲啊！冇咁重，冇咁重，冇咁水，係咁，因為結果都好似 OK 嘅，希望靚啦，希望拍得好。咁啊，多謝導演。Leslie 今年喺劇集上嘅表現相當出色，喺台慶頒獎禮上更係入圍3个獎項。周家樂都好睇好 Leslie 攞獎啊！我哋一齊搭車過嚟嘅，全程從九龍搭到依度上水，佢都係講緊 you're gonna get it, you're so good, oh you're amazing, she's amazing。所以你話我幾愛家樂 ，he's so sweet， 係啊。但係 so honest。最直接應該係咪投咗票未？我投咗啦，我投咗佢一票啦。我投咗俾唔同啦，當然我自己有合作過嘅，我都知道佢哋嘅實力。咁我當然同佢都有合作過啦，同我自己有睇佢《我回家》嘅表現啦，我自己有睇白色強人嘅表現啦。咁我覺得佢好值得咯。好值得咯，係。我知道爹哋係咪都話好 proud？ 好 proud 啊，好 proud 啊！我覺得依個真係最大嘅禮物咯，即係因為我相信即係大家都會想自己爸爸媽媽 proud of them。我真係特別。是感動的今年是啊是爸爸比我開心是真的很開心他有沒有哭感動到他沒有哭我爸爸很酷的但是 他近來因為 Christmas 有很多那些 Auntie Uncle 那些 Christmas Dinner 是每次都是我是姜麗文的爸爸是啊提名了3个他真的是姜麗文的爸爸是啊哇 so sweet it's so cute 我心想喂你是金像獎的爸爸你做什麼所以我相信，如果當晚你真的攞到獎，佢真的更加開心。唔敢講啊，真係。唔好講，已經好感恩，真的好感恩。